那今天呢，给大家测评，网红袜零的一新款印系列的，有他们的五款新款，不同颜色的哟。那我们看看有什么颜色吧。这一款是灰色的，还有墨蓝色，浅黑色，天青色，雨白色，还有另外两款是蜜色跟沙色。然后呢，它们的名字呢都非常好听。包装是挺好看的。那这个墨蓝色呢，非常非常的特别哦。它的这个腰身的材质也非常的特别，以及它的裆是一个无痕的裆，那也是珠光系列的，以及它是一个带脚型，脚尖透明的。那现在呢，这一款呢应该是天青色的，是那种白中加偏一点绿色，非常的貌美。款呢不用猜啦，一定是浅黑色。所以它比平常的黑要浅一点，要稍稍的亮一点点。那这一款呢就是雨白色。哇，这一期的丝袜真的很貌美哦，颜色也很美，名字也很美，那看得出呢，商家是花了挺多心思在做这个丝袜的。那这一个是灰色，它的灰色也是和其他品牌的灰色以及它这个品牌其他的灰色是有点不一样的哦。那大家看看，那现在呢，婷婷呢要给大家试一下它的。那婷婷试穿的第一款呢是灰色的，那它的袜身呢是加入了那个宝格丽凝真淡雅香氛，所以闻起来是非常的香香的。那这一款呢就是天青色的，它的婷婷穿起来呢感觉跟白色会比较相似，但是呢它跟白色又有点不一样。它这一款呢穿起来它是白中带一点青蓝，也就是它很像晚上的夜空一样，就是蓝的非常的漂亮深邃，以及它的这个颜色啊做的也非常。那这一款呢就是雨白色的，那每每穿上这一种带油亮的白色的丝，那这一款呢就是浅黑色的哟，你们觉得怎么样呀？那以上呢是零品牌硬系列的测评，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咯，拜拜。